大牌的时候也会这样。不，开玩笑，我们这个越是到大牌越要沉稳，对不对？不然大牌一拿掉了，自摸还不帅。你们在说什么？讲麻将，汪汪汪又不懂。我真是听不懂。我也不懂啊。对啊，可是我们讲起来，人家都以为我们很懂啊。其实我们真的都不太懂。但是做一个演员，成功就成功在他不懂的事情讲起来就跟真的一样，还头头是道。他是不懂，他平常都是坐庄。其实你说麻将有几张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会坐庄？他都是连庄。是你们这样子讲破坏形象，我怎么可能坐庄连庄呢？我根本都只有在边上插花。我觉得姚姐最不容易的地方是，明明跟一个女性在一块演戏，居然能够自己感动的这个样子。这个真是不看对象，不是这个很难讲啊。这个因为在演戏的时候，可能他感觉我蛮像个男的，是吗，姚姐？在演戏的时候，我当然把他当男的了，当着我心爱的人呢。心爱的人要走了，当然难过嘛，哪里像八哥薄情寡义？我私底下也把芳芳当作我心爱的男人。巧了，我们两个之所以还能够成好朋友，就是因为平常我也没把你当男人。后面乐队很高兴，你们也知道他的性别的。今天很难得请他们两位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唱一段非常好听的黄梅调，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电影里面的插曲。我们快欢迎芳芳还有姚苏荣。
创作俱佳。哎，好，不要再抱了。哇，姚姐好激动的，还哭了。就是，果然不愧是银泪歌后，马上就入戏了。她感情非常丰富。是，两位天王巨星能够同时搭档在我们《旧的经验》出现，真的不容易。你们两位经常搭档吗？我们两个是第一次。第一次搭档，真是天衣无缝啊！是怎么配合这么好的？因为要上两位天王主持人主持的节目，哎呀，怎么当然要注意一点。那我们站这不是四大天王？哎。不过芳芳姐好像第一次在跟这个姚姐唱这个黄梅调的时候，好像泣不成声呢、啊，怎么回事？对，因为我们两个人第一天第一场唱的时候，感情非常的丰富。我们从开始高高兴兴见面，一直到两个生离死别，两个人哭的是眼泪鼻涕直流啊。哎，真是，因为这个芳芳啊，平常讲的动作也很好。看你刚刚坐那一站起来还站不住这样的，然后走过来了，一看就像腿一个长一个短的，真是。这个站不住是一种技巧，因为一站起来就走得很溜的话呢，万一走得不好很难看，干脆起来就走不好这样。其实梁山伯心里非常难过，尤其好像是你要把玉环还给他，突然咚了一声呢、啊，掉地上、嗯。那个咚了一声是打雷呢，还是掉地上砸碎的声音？这是乐队老师帮忙，因为我们上你们的节目，你们没有准备玉环嘛，所以我们就表演抽象剧，让他假装掉下去。掉到地上。造成的效果不是说打雷突然吓得打雷，都已经惊天动地了那一调。对对对，尤其他在旁边气鬼神了是吧？我凭良心讲，这次演唱楼台会自己心情也蛮紧张，因为姚淑荣小姐在我们国内是非常优秀而且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位民歌星，跟她在一起唱歌她是前辈了，唱得不好的地方他也经常的给我指点，所以我说唱作技巧，对，唱的就是姚姐，做是你了，姚姐。没有啊，芳芳唱得很好，我相信朋友们呢一听她唱的就知道这个学过评剧的，不论是唱腔不论是声段，那么这些方面我都还真要向她讨教。你看这就是我们上节目的目的，互相标榜一下。不过刚姚姐这个唱起来的时候那个声段还真是婀娜多姿。哎，说到这里我对芳芳蛮好奇的，其实我跟你认识也很久，早期你就在戏剧方面发展、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你在地方戏曲剧动作上面这个有天分的？怎么练呢？一般来讲这都是比如说唱评剧啊或者少年戏啊练过这个，你本来开始一直演。对，我以前一直都是古装戏，怎么会、那怎么会接触这么多的地方戏曲、这个平常怎么这么博大精深的、不敢当。其实这个上节目的时候大家看到我们好像什么都会一点，其实自己偷偷在用功的时候别人没看见我们的辛苦，像鸭子一样啊，表面上若无其事，脚底下拼命在滑。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哎呦，你怎么有那么深刻的体会？原来八哥兄爷是一只鸭子。我是公鸭，你是母鸭啊！算了，人家只说是呆头鹅。不过今天芳芳姐这双鞋子也算相当的特殊啊。这双鞋子，平常心讲要介绍一下，它最特殊的呢是特殊在不合脚。特殊在比我自己的脚要大，而且呢它这个因为底很厚，好像所以这个没有一点功夫的话就穿起来会裹到脚脖子。哦，刚刚你刚才那样一拐一拐，是不是原来是鞋子不合脚掉了一只？也不是将就那个鞋子，因为梁山伯都已经吐血了嘛，所以这个人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力气，没有力气的时候站起来当然不可能蹭，一定是要晃两下。不过刚刚芳芳姐在唱的时候，我觉得唯一全身让我们感到精神抖擞的地方是那个手抖得真好，抖得真好。这个不会抖还不行的，这个你如果再继续喝酒下去，你不用练你都会抖了。博金森，听说你这一摸了大牌的时候也会这样。不，开玩笑，我们这个越是到大牌越要沉稳，对不对？不然大牌一拿掉了，自摸还不帅。你们在说什么？讲麻将，方方方又不懂。我真是听不懂。我也不懂啊。对呀、可是我们讲起来，人家都以为我们很懂啊，其实我们真的都不太懂。但是做一个演员，成功就成功在他不懂的事情讲起来就跟真的一样。还头头是道。他就不懂，他平常都是坐庄。其实你说麻将有几张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会坐庄？他都是连庄。是你们这样子讲破坏形象，我怎么可能坐庄连庄呢？我根本都只有在边上插花。哎呀，你跟我在开赌场。那姚姐对平常做什么消遣？对麻将啊。以前有了，比较喜欢嘛，刚刚学会的时候，可是现在慢慢就不喜欢了，戒掉了。对，也不是，那现在大家都也比较忙啊，这个打麻将一定要有时间，其实三五好友有的时候聚在一起打打小牌也无可厚非嘛。对对对。那个、今天我们刚好四个人呢、我看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那我们刚好这样，三娘教子。我们两男两女。我讲，芳芳要演这个梁山伯，还国内还不太好找，非常具有男性特征啊。这个是叫我隐藏的好。我今天如果换掉这套衣服，穿姚姐在身上这一套，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也适合祝英台的。奇怪，那芳平常也隐藏的不错啊。
不过方方真的掩饰的很不简单，你看人家为了要掩饰身材故意弄了一大堆毛在这里。对啊，羽毛真是不容易啊，掩饰的很好，手不要放在这个位置破坏形象。他一直自比琼考林斯。我说我穿这样好像可以去演朝代啊。不错不错，你现在的演技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哪里还跟方姐多学习？哪里哪里，不要客气，不要标榜完了标榜到那儿去了。对，我因为我刚刚觉得姚姐最不容易的地方是明明跟一个女性在一块演戏，居然能够自己感动的这个样子。这个真是不看对象，不是，这个很难讲啊。这个因为在演戏的时候，可能他感觉我蛮像个男的，是吗，姚姐？在演戏的时候，我当然把他当男的了，当着我心爱的人呢。心爱的人要走了，当然难过嘛，哪里像八哥薄情寡义？我私底下也把芳芳当作我心爱的男人。巧了，我们两个之所以还能够成好朋友，就是因为平常我也没把你当男人。哎，后面乐队很高兴，你们也知道他的性别的。方方方也没把我当男人啊。好，今天很高兴呢，请到两位到我们节目表演，让我们节目声色不少。我们在这预祝大预祝你们两位啊，演出非常成功，以后的搭档越来越顺畅，好不好？我们现在戏里面还差个银星四九，我会考虑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就继续收看我们的就在今夜。